我咧就叫梁桂欢，广东顺德伦教人。伦教糕咧到今日咧就163年嘅历史，到我呢代咧就系第四代传人。我哋咧做嚟嘅伦教糕咧都好辛苦嘅，咁我哋咧每日咧就下午咧就开始浸米，浸到凌晨两点钟，咁开始磨米。磨完米咧，就再加糖嘛，再加糕种啊，咁啊等佢自然发酵，发酵啊，咁咪到再第二日凌晨两三点钟就开始蒸，咁啊蒸好咗之后咧，就要摊冻咯，摊冻咗先有卖嘅，轮够嗰个系冻食先好食嘅。呢十几年咧，即系经过我自己研发，就好多产品啊，有马拉糕啦。桂花糕啦，有紅豆糕啦，有貴妃糕啦，杏仁糕啦，呢幾十樣糕點咧都好健康。咁即係每一個品種個糕類咧，佢嗰個營養價值都唔同嘅。我爸爸咧有五個仔女，佢都有仔嘅，因為做呢個糕點咧，做呢個輪教糕咧就。即系唔搵唔到钱嘅，所以我啲家姐啊、哥哥啊，佢哋都唔愿意做。不过我由细个咧，我就可能即系喺我阿妈嗰个基因遗传啦，我就好中意食呢啲糕点嘅。不过我好细个咧，就跟住我爸爸同埋我爷爷嚟跟住做嘅。好多从香港啊、澳门啊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。外省嘅开车过嚟买我块轮教糕，佢同我讲话佢来自外省过嚟买我呢块轮教糕食，呢啲系我最大嘅安慰。咁我接手嗰阵，我同我爸爸讲过，你放心交俾我，我话我要比你做得更好。